你是和朋友在一起喝酒吗？喝酒啊，不喝酒干嘛？看电影啊。那倒是，那平时你们谁买单呀？平时都是我买单，他们从来不买。那今天我们来挑战一次，让约兄弟，并且让他买单。这有点难度啊。不过你得配合我呀。啊，我吗？对，行，我现在给他打，你不是配合我啊？喂，干嘛呢？睡觉了。几点了还睡觉？喝酒去啊？直播去，天天看大老脸都看够了。不是，我今天给你介绍对象。你有姑娘还能给我？真的，真的，你连我都不信了是吗？还有废物才小对象。打个招呼，美女。嗨。听见了吗？我现在外放呢。尊敬的女士你好，我就是那个废物，那个小周啊，你把今天聚会的时间和地点做成 PPT 汇报给我，我将准时出席。先这样啊，你先陪好美女，我这边还有个会要开，就这样，拜拜。好，张总再见。